阿伯没电啊，你靠你阿伯，你靠背啊！我阿婆，他一跑我这里换你老母啦！靠腰啦！你愿意啊？那我不要钱。探班然后博得一个出去玩的理由。对啦，啊那那就不是关心。那主要不是去看我啦。对啊，不是，那看你没中啊？啊不没点啊，你靠你啊！不是我跟你讲，恁都在恁讲遐个代志哦。我还没出事，所以我唔知道。你打扫啦，我跟家里很凶，所以一般我们去大陆拍。所以他就没办法去，叫那个摸大鸡，对对，哦，对不对？对，阿姨演的摸大鸡啊，摸大鸡妈妈，靠腰啦，出钱嘛，讲安尼啦，不是啦，你一点都搞法，阿你强调你太清楚，不是，你即个你讲啊，咱十岁你拄啊好嘛，哎对哇，拄啊好十岁。现在在演摸大鸡，我们演一对，我也是愿意。你愿意吗？你这个讲法是什么？你也是愿意啊？你愿意啊？那我不要钱。以前哦，连续剧哦，你要看那个一，比如说十月十号，十月份，那个你就要小心了，不能死。对，讲死的也不能讲啊。如果你这也刚刚讲我这边没有小康死了哈，你不能拿刀。那没有拿刀要怎么死呢？我们后来有用汤匙。转过来拿那个仓鼠，那个也没被拉，啊，也看到一点点，咚，啊，死了，啊，不能有灵堂，哎，十月份哦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年代十月份算是我们国家一个比较喜气的节，对，知道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有一次我演《金狮村》，啊，然后我正好十月份，我那个角色应该是摔到那个山崖死了。就一摔下去，说十月不能死，又起来了。他就讲啊，喂，奇怪了。结果摔到山崖居然没死，后来因为我又演了好多集。再形容词吼，刚刚较粗鲁，今麦形容词就好听。嗯，你拿那个女生哦，假胖，你会怎么讲？很丰腴，对，很丰满。小刚你会怎么讲？肥猪。你哦不会这样讲啊，因为我知道你做人很厚道，你不要这样讲。现在人哦，啊，较早人不是拢很直接哦，你妈妈啊，你看肥啊，你肥自己啊，你对不对？肥自己啊，你来散哦。哦，你妈妈你惊死人，拢无吃哦，啊，你三比八，啊，你个比八嘞，你看我啥？肥滋滋啊，肥滋滋。这万生也是，我们在排练场，以前在排练场哦，人多。大家拿剧本在对台词，他不是他不管，反正他也很少看那个剧本啦。等一下在那边哦乱讲都没有关系，啊，他就坐在那边，啊，在那咔咔咔，啊，恁大伯人恁家己爱注意呢。查某吼有时啊困啊拍的吼比较好看，恁大伯有时啊安尼对啊。啊，佫有一个动作就拍款，周焕生就是这样子，也不是这样子诶，安尼呢，安尼安尼安尼呢，安尼多乱呢。啊！那个陈小林看到那个导播，他就叫说：“小康，叫那个老头子出去。”那个时候周万生这三句公安很大牌啊，谁敢去叫他？可是你不叫，导播又在骂。哎，蛮欣赏，蛮欣赏，就跳起来啊！就说搞完了，我不是啦。导播就说：“你在这边睡觉，哎。”一个哥叫你去外面睡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边睡？我为什么要去外面睡？他说不是啦，你刚刚那个时候我去玩乱，我去玩乱，无啦，伊讲你呆呀，你呆乱剪乱剪，他好粗鲁哦，但是我嫌他每个乱的。所以那一场剧本里面是没有的，啊，就阿星拍的，阿星导演啦。我为什么要打扮这样呢？本来是说要生活的嘞，跟都要用碗都要钉嘞。我说你神经病吧？蛇啊！我你讨个派你哦！我真的在那边很生气，领主都知道啊。他那边阿姨说好了好了，阿姨要不然用假的啦。哦，那已经来了，景都已经好了，在林口那边。那剩下我一个人啊，啊你那一场也不完成，也没有办法杀青啊，那怎么办？好了，勉强，我都穿这个衣服哦。外面啊，随便套啊，他们哦，后面的拉好长哦。最好笑都那一天杀青，刚好中影的那个长官要拿钱来那边花，啊，他就进来看呐，啊，他在什么脸吗？好像都被骗的感觉。可是我本来心情都很不好呢，你还在那边一直骗，你靠背啊！我阿婆，他一跑，我
你老母啦。那最好笑就是吴念真他弟弟啊，东哥就跑来了，不是，是你自己要进来的。不是，他已经看我在欢乐了。哎，那一场戏真的是助燃的哦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阿伯应该他一心过门口的嘛，你在收票嘛。啊，他这样不行，不行，啊，他就赶快来进来。啊，那个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我才去配那么多，那剩下两句，啊，一生气我就跑掉了。就是这样来的。你那个太好笑了，太好笑。啊，可是我最讨厌哦，他预告一直在这边哦。